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苹果。现在看到的是荔枝啊，咱们现在这些已经花穗也比较长一点了。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是可以施这个肥料了啊，咱们施这个有机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咱们扔在旁边，施有机肥的话，大概是每株施10到15公斤每株数。然后呢，再加一点这个复合肥，2斤的复合肥就差不多了。因为一般是这个开花前，雄花开花前15天内施用也是可以的。啊，这个时候是后面雄花开了放之后，咱们再打那些控那个雄花的药嘛。啊，前几天我们一直给大家看。因为现在这个有一些品种呢，就是比较晚，啊，现在还没有开雄花，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是可以施这个肥料的。大家也看到了，不知道你们施多少的量呢？反正我们这边是一般整个果期我们施2到3次肥就差不多了，还有谢花的时候。就是雌花、谢花的时候，后面我们再施一次也是可以的，啊，后面再有是果的时候，黄豆大小的时候也是可以施的，就是黄豆大小的时候，主要也是以复合肥啊、磷钾肥为主，啊，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个施肥啊。今天呢，咱们就讲一下这个，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评论，感谢大家观看。